有人说，当你成功时，所有人都会在你身边鼓掌，而当你遇到挫折时，妈妈一定会站在你身边鼓励你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下一组动作，亲爱的老妈，您常对我说，想要成功就不能轻言放弃。腿绷住，绷住。那小孩子练不好，就不要让他练了。是啊，孩子老摔倒，多让人心疼啊。你年龄还小，做不到没关系。是您教给我什么叫越挫越勇，什么叫绝不服输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牢记这些道理。是不是太难了？这一点也不难，我一定会练好的，妈妈别担心，我真的不怕疼。洗个澡干干净净的，明天继续练，妈妈相信你一定行的。是您守护我健康成长，是您激励我勇敢向前，您就是我的骄傲。老妈，谢谢您的守护。